烧。哦，哎，等等，哎。通常这种照他的玩法玩都会输，哦，这不会，要自己找玩法出来。我已经套了，他应该要甩爪，要不然会撞那个。就那个壳，我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不能照他的玩。我觉得可以把那个白色的透明袋子把它弄下来。透明袋子，这好意志哦。哎，有新玩法嘞！反正哎，搞不好去抓那个更有戏啊，抓篮子，抓篮子。哎，好摇哦！刚刺激的，我一定要把它那个透明的把它拔掉。对呀，拔掉啦！要怎么拔掉啊？是抓那两条线里面的白色的。很咬紧的感觉哦，拔起来了，爪子到底有没有熟？按掌原地，不行哎，他爪子好像没有在收了，不收。哇，哎，怎样？哎，天啊，特殊哦，哎，你看。好巧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对不对？那先想好，先想好。不知道哎，没有，因为它整个卡套了。没有，你可以。那怎么办？很紧张哎。呜。啊，没有，没有，它捏好紧哦，它捏太紧了啦。那你再把它弄出来一点。哎，哎，又来又来，哎，快点掉下来。没有啊，没掉下来。这个是什么？哎，好特殊哦。你拼了，这个拼了啊！你再一次。哎，有机会用刚那招，差一点点。对啊。但是胶带也太黏固了。对啊，粘的太牢固了吧？都这样子。哎，勾那个线是对的哦。还是要倒出来才能勾线。你要勾前面两条线，才能勾到前面的线。喂，哎哎，他怎么跑回去？我感觉好像又要快回到原点。这个突然能出错。哇，成功，成功了！哇塞，神奇！我刚才讲说第一台啊，有没有出过？那就出了，我就出了。好香哦！这个给大家看一下，真的是新机台，盘子里面的，不就这样子嘛，好不好？没有，其实我刚才的重点是这样，两爪瞄准这里，然后一爪要进到黑色里面，它就会容易卡住，然后就会带过来，然后多弄一次它就掉下来了。我的感觉是这样。哎，打掉之后再放一个，再放一个过来给我夹。好，爽了。好了，哎，秘技公开，秘技大公开，新机台秘技大公开。就像我刚那样讲的，加容易出，好不好？各位有看到就赶快去试试看哦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给我个赞，也别忘了分享影片，然后记得订阅我，按下那个铃铛，追踪我最新资讯。有 Facebook 粉丝专页 IG 号，下面秒到下方双击中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